难道想把我卖去这些楼？我这么好看，一定会很累的。就你这姿色，还想去醉仙楼？我，那你是想把我卖去宫里？我怕我红颜祸水，到时候皇帝无心上朝，祸国殃民，我可不想成为千古罪人呐！你以为你是杨贵妃吗？我是比她好看一点啦。哼哼哼，你乖乖把你刺绣的秘诀交出来，我饶你小命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李欣，哎，你抓我干嘛？我不是李欣，我这个声音你也认得出我？当然了，这么熟悉的脂粉味谁会用啊？你快放开我，为什么抓我？我告诉凤娇哦。放。喝茶不好。喝不好。那你不要告诉凤娇。看你的表现，你想知道刺绣的秘诀直接问我就好了，干嘛这样装神弄鬼的？那你刺绣的秘诀是？不告诉你。不，你不是说直接问你就可以了吗？你是可以直接问我，但我没说我要告诉你啊。哎，等等，这样，以后你给我店里代工，收入我们三七分，怎么样？成交，我七，你三。成交，你七，我三。昨天我跟我女朋友去那边看戏，然后看完戏，她就被一个胳膊上有一个九头蛇的一个抓走了。那个头在这边，不在这边。对，是九个头，是这样。